这个鞋子校150级无级别校礼鞋，这鞋子就两三百万，这鞋子两三百万要不要？啊啊！然后这个衣服我看看啊，衣服150级别衣服，这些武器，水清爵无级别，小风残月头盔，破甲术145级别特技头，一身超级简易，法防抗风，封印命中，封印命中加速度，太他妈假了！我操，我觉得这个号就像 GM 给他调出来的一样，它不像一个客观存在的号，这么假的吧？这个130级无级别愤怒腰带，太假了，太假了，可以。老板，我给你转个转盘啊！是这样的，转到紫色的话，你把号给我玩一个月啊！阿松，快点转，转到紫色，你的号给我玩一个月啊！转，给我来紫色！我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想要紫色，紫，紫！哎呀，难受，没紫成啊！黄色，黄色，黄色，黄色是干嘛？我看看啊。黄色给我刷一个老司机啊，老板请动手吧，给我来一个老司机啊，一个就够了啊。我从来没有这么迫切的想要一个紫色。看看武器，武器在这儿，水星爵无级别130的小风残月的原型啊，啊，舒服，太他妈夸张了，买点符去啊，买点灵视图鉴去。今天是想要一个超级简易是吧？我跟你说句实话。你这号这么牛逼了，对吧？网易是不可能让你出好东西的，不信我们试试，好吧？这号1000万，我的天，可以。还没看宝宝吗？我们看这只，1.252成长，1443的工资，3000多法资，进阶110顺法，对吧？三内丹，这个09比赛都能上个场啊！这09比赛可以上个场玩一下。这个是一个八技能的力劈，1.283成长，1283成长。这是一只壁垒，1.272成长，1564的工资。精髓，真的很精髓啊！这是一只翻页，绵善，顺法，善恶，狗个性啊，壁垒。这个翻页翻几页？又翻了一页。我很好奇这只龟是什么龟啊？哦，1.228成长的龟可以，5000多体资，5282体资，110顺法，会玩会玩，可以啊，老板，啊，谢谢你的福啊，谢谢兄弟的福，